对对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实验一下，哎、啊欸、对啊，因为我们云林县现在目前有五个科技中心了，那县府要自己用自己的经费在台西区那边成立另外一个，对对，第六个，对对对，所以就我们这些伙伴知道南投，尤其这个办学真的都非常有经验的、哦、那你们校长其实以前我们在私校的时候没有同事过，但是一起带过一个正德三公，还去研习的时候还一起去跑步过，就非常有缘啊。但是第一次来到贵校哈，那希望我们很这。